今天饭可真简单了啊，没整汤啊，没吧？蛋炒饭呢？昨天我就想吃它。给你汤。这啥啥汤啊？啊，酸辣粉啊。行，这玩意儿你那个吃那干的，我吃就是稀的啊。行。嗯呐，我也垫吧一口啊。嗯。还是蛋炒饭好吃。妹子，行，猪队我给你来块瘦的，就红嘴这块，我吃回去，没有？行，来，看。你这天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啊？这几天有雨的。今天我聊早市，钓茄子挺难整的。我给你学嘛了，没啥么着。嗯。这煮的刚煮，还热乎。嗯，热。嗯。那个。嗯。这酸辣粉。嗯。人家干吃，我是咸，喝汤。行。今天沾了些辣椒，就剩这点了。还拿着这个，就这个辣椒，真下饭啊！你是真能吃辣的。你吃干的，我喝汤。行。嗯。桌子没有了，就这些了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上那个。亲家好吧。今天没招了，小人咋的总上是没有对呗。哎呀，口袋大，没得用你吃这小香。嗯，顺甜。这不来点这个辣椒是真不甜味儿。嗯，你说我这一顿饭掉多少饭粒子？有人给你查的啊？他说查了呢。嗯，来，扣子没了，就这点了，别给我后吃了，加进去啊。好不好吃？他家这就这猪肉，是不好吃？一点都不满意啊。嗯。妹子说这碗猪眼睛，给你来，给你吧。我给这肥的造了，哎呀，肉吃的太多了，有点热，我还我没事，想热我放凉了。哎，这碗是咋喝都喝啊？慢点吃，有点烫。嗯。多少鱼香？你看这大饼剩了多少，就这么好吃是吧？嗯。大哥这一顿吃三样主食。我呀，这不是汤吗？没有主食，主食不给你吃了吗？干的。